旅遊業對香港經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1998年，旅遊業為香港帶來553億的收入，佔當年本港平均生產總值的5%。旅遊業亦都帶動了酒店業的發展。目前香港大約有90間酒店，而當中歷史最悠久，同時又享有國際盛名的，就是我身後面這一間。半島酒店在1928年12月開業，是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旗下的酒店。大酒店創辦在1866年，在1914年，來自巴格達的猶太裔商人艾利斯加道里加入大酒店董事局，其後加道里家族逐漸成為大酒店的首席大股東。半島酒店開張嗰日，艾利斯個侄羅蘭士加道里勳爵都在場。It was an extremely hot day, and we all stood in the hall in the lobby of the Peninsula, and we were extremely hot. It was opened by Southorne, who was then deputy governor, and it was a great day because Jimmy Taggart, whose idea it was to build the Peninsula at all.Was laughed at, and they said he constructed a white elephant on Kowloon side, and that nobody would ever live there. 20年代，香港嘅酒店全部集中喺香港岛、九龙半岛，渺无人烟。但系加道里家族睇到呢度有发展嘅潜在力，喺度兴建第一间有规模嘅酒店。咁喺嗰个年代咧，弥敦道咧又见唔到一栋大厦咧系。超過3-4層嘅，但係咧，半島酒店咧以6層高，而且以咁宏偉嘅一個建築嘅模式嚟喺九龍半島出現，喺嗰個年代，實在係一個嘆為觀止嘅一個酒店啊！真係一個非常重大嘅投資。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嘅時期咧，咁好多英國嘅政治人物啊、電影明星啊嚟到香港都係。指定要在半島酒店居住，所以半島酒店在那時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Well, initially it made Kowloon a place for those who were living in Hong Kong to come and visit. There was a grand ballroom in the hotel. There were many social events which took place here in the hotel. And as it became internationally famous, it became a center for all visiting.This part of the world to stay here at the peninsula. 正当半岛酒店嘅业务蒸蒸日上嘅时候，二次大战就爆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半岛酒店被日军占据为军事总部。第二年仲改名为东亚酒店。大战结束之后，加道里家族重整半岛酒店。50-60年代，随住世界经济复苏，香港的旅游业日趋蓬勃，有更多酒店落成，好似1963年开业的希尔顿酒店同埋文华东方酒店。到1970年，游客人数已经接近100万，酒店数目亦都增加到53间，当时亦都是半岛最辉煌的年代。A green Rolls Royce. There can't be that many in Hong Kong. Courtesy cars. All green Rolls Royces belong to the Peninsula Hotel. 十幾年前啦，我記得嗰時咧，我係揸架勞斯萊斯就接載呢個羅扎摩啊，拍咗一日，點知咧，當我去戲院睇嘅時候咧，只係見到兩個室。其實呢樣嘢都反映到半島喺國際性嘅地位。甚至到荷里活的影片製作都要來這裡攞景，表示半島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Many prominent people have visited this hotel, and they have been part of the numbers who have shaped Hong Kong's future. A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who have come here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Hong Kong's economics, in trade and in other areas, and
It has also been a building, one of the rare buildings, which has witnessed so much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So if the walls of the old building could speak, there would be many tales they could tell. 80年初嗰段時間啦，其實香港整體嗰個經濟係做生意嘅人咧，就我諗我哋大家都聽過話魚翅撈飯啊，或者個股市升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咁啲人就使錢一擲千金咁啦。咁而喺我哋餐廳亦都見過有好多客人咧嚟到問你有咩好食，咁我哋就講咗之後咧，咁就 OK， 就唔需要再睇餐單，咁啊任你介紹。嗰個年代係基本上咧係人客使錢係唔會睇佢有 budget， 唔會有預算嘅。酒店人才流失咧最多嘅嗰段時間咧就係可能83年中英談判，除咗餐廳咧，廚房部啊或者係好多部門嘅員工都係會流失嘅，因為據我所知當其時係澳洲如果我哋係做 waiter 做侍應生嘅話咧，移民澳洲係有分數嘅。尖沙咀火車站搬咗去紅磡嗰邊之後咧，咁原先起咗幾間酒店啦，麗晶酒店啊、香格里拉酒店啊，咁就用高薪挖角啦。當然我哋酒店亦都有一批人才係俾人哋即係拉咗過去嚟到開檔啦。有新酒店開張嘅同時，亦都有酒店結業。80年代土地競爭劇烈，地價急升，為咗達到更大嘅經濟效益，一啲酒店被迫拆卸，用作發展商業用途，好似希爾頓酒店同埋有62年歷史嘅淺水灣酒店。80年代附近已經起咗好多住宅啦，咁其實係睇到一個市場喺度嘅，咁所以我哋係決定咗係拆咗酒店嚟興建一個出租嘅住宅嘅。咁當然喺對好多人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可惜啦，冇咗舊嘅淺水灣酒店。但係從一個經濟角度嚟講咧，我哋相信呢個係一個好嘅決定嚟嘅。面對酒店業之間嘅競爭，同埋要達到更佳嘅成本效益，半島亦都喺80年代中開始計劃擴建。94年新翼落成，原本只係得百幾間房間，增加到300間。另外又增設更多設施，提高競爭能力。新翼落成，本来为半岛带来新的希望，但是97年金融风暴，加上回归后香港在海外的形象不稳定，大大打击香港的旅游业，旅客人数由96年高峰期1170万跌到98年的960万。89年的64啦，文文嗰段时间，好多人就少嚟香港，咁但是复原的速度好快脆。90年波斯灣戰爭嗰段時間啦，咁美國遊客係明顯少咗，咁但係戰爭結束咗之後咧，經濟亦都係回復翻好似以前一樣。咁但係唯獨係97年嗰、那個金融風暴啦，係整個亞洲區啦，首先係、這個日本本身個經濟係持續嘅為差咗啦，咁少咗日本遊客嚟香港啦，再加埋個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咁變咗完全係可以有能力消費嘅客人咧。咁佢都真係全部絕跡曬喺我哋餐廳，甚至整體酒店嗰、那個入住率咧都下降咗好多。We've had a very difficult time in the last 18 months, but I think it isn't the difficulties. Those difficulties are challenges, and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positive side of it. The hotel has always met those challenges, and it's always succeeded in coming out on top.政府去年11月宣布香港興建迪士尼樂園，相信呢個係旅遊業同酒店業期待已久嘅消息。I think that'll be a very good thing for Hong Kong because it'll bring more people. More will come because of the attraction of Disneyland. I have a great deal of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This is my home, and I believe the future is a very rosy one. I think we're able to adapt in Hong Kong better than in many other.Citi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股市一開始由尋日嘅28個月嘅，歐洲股市繼續下跌，法國股市倫敦金融時報一百指數跌。南韓同泰國嘅跌勢最急，跌幅都。本港股市连续三日累积跌幅达到2200点，港股总市值损失咗6201亿元。咁财经市场咧真系瞬息万变，咁今个星期咧就股市大幅波动，咁有好多嘅股民咧都担心咧，熊市系咪已经突然间嚟临咧？咁今晚咧我特别系请咗几位嘉宾，就听下佢哋嘅专业意见嘅。咁首先問一問阿譚少慶，咁你點睇咧？睇住而家香港經濟因素嚟講咧，而家香港正係復甦嘅經濟，所以變咗喺而家嘅復甦周期咧，就唔會出現熊市嘅。我真係覺得由於舊年港升太急啊，因為短短兩個零月咧升咗成5000多点啊，所以變咗出現調整好正常啊。咁今次有人話咧，就係外資造市，咁啊沽咗啲期指啊，所以又大力推冧個市，咁係真定假嘅咧？即係如果你就咁憑而家嚇，我哋睇到未平倉合有期指倉得30000多张嚟講，當然就似乎係缺乏一個即係好convincing 嘅數據，話係佢哋值得要去咁做。咁但係唔好忘記一樣嘢，佢哋可能已經喺外邊做埋好多嘅淡倉，我哋係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以咁嘅幅度嚟講，我相信咧佢哋係應該有計劃地咁去進行，係將個大市推低係。即係成係借埋，即係等咗好耐啦。係而家等到係呢個千年蟲嘅錢，或者要離開啊，甚至乎美國調整啊，一連串嘅消息加息意識嘅問題啊，咁響一月份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嘅做淡。即係你見到嗰個市喺呢個裏邊啦，跌咗大約就有成2000点啦。咁其實亦都睇翻咧，有某啲股份咧係喺今年幾日之內咧啱開市，咁啊亦都升咗幾倍。咁升咗幾倍，咁你喺幾日之內又回翻啲，我覺得都係好正常。最近呢段時間，啲股民都係都係講咗好多嘅科技股啦，大部分都係。咁但係講起科技股嘅話，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呢啲咁嘅科技股以前唔係做科技嘅。咁經過最近呢幾個月咧，佢咧就變咗科技股。咁有啲可能咧連科技呢兩個字都唔知點解，咁佢改咗個名叫 dotcom 啊，或者 imut 啊咁樣。咁有個問題咧就係啲股民要揀股票嗰陣時咧就要特別小心。咁同埋個走勢同埋，就算一啲嘅分析員啦，對佢哋嘅分析咧係應該好唔同嘅。以前傳統用嗰套分析睇 P/E ratio 啊，或者係睇翻佢嘅盈利啊，睇翻佢嗰個嘅佢即係個前景啊，有時睇唔到嘅，得個講字嘅啫。呢班人係，咁你信佢就有，唔信佢就冇。咁樣究竟你點樣係睇下邊一隻科技股係值得買唔值得買咧？我諗真係。咁拗曬頭啦！分析員，就算分析員嚟講咧，都好難去做呢個評估，因為始終呢個科技嚟講咧，對大家都係一個新嘅產品嚟啦嚇。咁而家講緊啲網絡啊各方面，究竟點樣評估咧？咁佢哋唔識，因為太新。咁唯一就拎外國嗰套，譬如美國嗰套，嚟講搬過嚟香港啊，人哋有5000美金一個客户。咁佢又擺落去乘一乘佢，咁跟住取除佢，每股就變咗值咗幾多錢啊？咁大家就係將呢一套搬咗落嚟。係，而家係咁計嘅喎。係啦，咁啊變咗好多錢啊，咁樣咁，但係係咪真係適合咧？呢個係好成疑問嘅。咁但係投資者都唔理，既然有分析員咁講，咁佢哋又一窩蜂去投資。即係一網絡嘅文化，一個新經濟體系咧，已經令到人嘅生活嘅質素啊，生活嘅模式變。所以其實而家嚟講咧。新經濟來臨嘅時候咧，我唔想講網絡係種泡沫，只不過咧係而家啲人咧就唔係好識點樣睇啲網絡股，純粹好似嗱早排報紙講一隻普通嘅網股，竟然咧值10多亿嘅喎，佢計每一個網民咧值5000美金喎，但係喺美國呢度可以行到，但係香港中國唔得，點解咧？香港人嘅消費未必夠到美國，中國仲唔使講添啦，所以變咗大家如果睇網股，純粹喺報紙啊其他報道佢值幾多錢值幾多錢，就要小心少少要。咁有人話要監管喎，咁樣，咁你哋覺得點？咁監管嚟講，就算對監管機構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產品呢樣嘢。佢哋點樣去監管一個形式都係幾困難嚇。咁我相信咧，佢哋要去學其他外國機構嚇，對呢方面有關方面係用啲乜嘢嘅條例啊，或者使唔使揾啲即係公司去評估下而家嗰啲上市公司又話自己而家公布有幾多網民去上網，每一日嚇，哇咁犀利嘅嗰個人數，咁究竟會唔會其實喺後邊揾人猛咁撳機入去？咁會唔會需要係去監管下、去調查下咧？咁變咗我諗有關方面都要去認真去考慮一下咯。
近年股票和期货买卖越来越盛行，买卖股票要在联合交易所，而买卖期货就要在期货交易所。如果两样都想买卖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呢？如果两所合并，会不会是一个好方法呢？我们要将交易所和结算所的管治架构现代化。财政司司长在去年三月三号发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公布，证券及期货市场会进行全面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是将目前两间交易所和三间结算公司合并和股份化，成为一间新的控股公司。那其实为什么要合并呢？合并了呢，个架构可以精简了，咁可以减低你的成本。而将来呢，我哋係好需要投资喺科技嗰度。咁你投资科技嘅时候，你合并咗之后，你可以集中你嘅资源投资喺一套最先进嘅科技，就唔需要各有各自己去设计一套交易啊同埋结算嘅系统嘅。政策方面嘅协调性係增加咗。咁而家嚟講咧，兩間交易所係分開嘅，咁變咗喺呢個監管啊或者市場發展方面咧，都可能咧係有啲唔協調嘅地方。特別係喺呢個去年十月嘅時候咧，係港府呢個打擊嗰個投機者，希望咧係保衞香港市場而再入市嘅干預行動咧，你見到兩間交易所配合性咧就唔係咁強。咁如果係單一交易所嘅時候咧，政府喺呢方面嘅憂慮或者所面對嘅問題咧就可以減低咗。因為交易所是會員制，所以會員的監管是由他們自己來監管的。證監會同時亦有一個監管功能，就是對所有要進入證券或者期貨市場的人士都要來我們這裡拿牌照。而其中的一部分是會員的，又受兩個交易所的監管。事實上對這一部分的人來說是有一個雙重的監管。監管工作咧，新交易所係會移交過嚟俾證監會，咁個好處亦都係令到市場上咧就唔會有個監管嘅重疊。近年國際間有唔少合併同股份化嘅成功例子，例如澳洲證券交易所喺九八年進行股份化之後，佢嘅股值上升一倍。又好似德國期交所同埋瑞士期交所合併為歐洲期交所 Eurex， 佢哋嘅交易合約量由九七年排行世界第五，攀升到九八年第二。新加坡嘅現貨同期貨市場亦都比香港搶先一步，喺舊年十二月合併為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就會肯定是香港最大的競爭者，所以如果香港不能夠盡快去處理有關的問題的話，新加坡如果能夠發展成功而跟海外市場結盟了之後，令到國際間對它信心大了的時候，就會將香港處於一個比較不利的地位。其實合併只是改革的第一步，跟海外交易所聯盟以至達到金融市場一體化才是最終目標。聯盟咧係對香港嚟講都係好重要的。譬如講同一個喺歐洲嘅交易所，同一個美洲嘅交易所，如果有個聯盟嘅時候咧，技術上你係可以提供一個24小時交易嘅平台嘅。同埋咧，如果你喺聯盟嘅時候咧，喺香港你唔淨止可以賣到香港嘅產品，你可以賣埋其他地區嘅產品。咁喺發展科技嗰方面嚟講咧，如果你有聯盟的時候，那個發展的費用是大家可以分擔。新交易所預計三月成立，九月上市。對於兩所合併，業內人士又怎麼看呢？如果在大量的資金湧入香港情況下，香港的從業員其實就是可以更加大，即係有大嘅發展機會啦。咁譬如如果而家嗰咁嘅市每日嗰個咁嘅成交額咧，可以維持翻喺譬如200億樓上嘅話咧，對於一啲新入行又或者現有嘅從業員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可能會出現好多比較技術上或者運作上嘅困難，因為始終今日三個架構都係獨立咁運作緊嘅，咁同埋尤其是兩個交易所係有唔同嘅會員網或者唔同嘅交易系統。甚至是不同的產品，如果你合併了，但是你亦都未必即時看得到它那個 實質上的利益，例如說你亦都很難說即時大幅去收縮
財源嚟到控制個成本，因為大家係目前係獨立運作緊噶嘛。進入21世紀，香港經濟將會面對更大嘅挑戰，兩所合併以至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咁似乎都係大勢所趨。咁展望未來，香港能唔能夠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就要睇香港人能唔能夠維持過去百年嚟嘅投資本色啦。有关上集的问题，香港第一间华资银行是广东银行，得奖的朋友我们会有专人通知你来拿奖。而今集的问题是，目前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酒店是哪一间呢？请你尽快将答案传真或者电邮给投资本色世纪之旅节目了。